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奈普敦周刊的时间。这一周要延续上一周的主题来谈非暴力沟通。上周我们谈了非暴力沟通之后，不知道你有没有把所学的拿来应用？上周我们教了这个观察还有感受，怎么样正确把你看到的事实表达出来，不带评判的正确的。表达不会让人家误会，不会对人家造成伤害，还有正确的表达你的感受不是只有把你的想法讲出来，你的感受，你这个很沮丧很不舒服或是很快乐、很高兴，都要跟人家讲。如果你有正确的表达你的观察或者你的感受就会好一点就这个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就会好很多。那如果接下来又能够把你的需要正确的表达出来，把你的想要的期望要求请求，不是要求是请求，所以要多个请，要尊重对方，然后可以把它讲出来也不要委屈的往肚里吞，你就把它讲出来这是我们今天要学的所以这今天是要来谈这个非暴力沟通的这个下集那我这边在封面的地方我加了一句话。非暴力沟通就是感恩、尊重、爱的沟通。上次讲非暴力沟通就是柔和善顺的沟通，你要修炼柔和善顺然后还要修炼感恩、尊重、爱就对了这是比较简单的一个修炼。领导力教室，先进观念、真实案例、自我提升、领导能力，希望人人的领导力还有这个沟通力都能够提升。那非暴力沟通我们复习一下就是 Non-Violent Communication A Language of Life 它是一种生活的语言，也是爱的语言那当我们褪去隐蔽的精神暴力，爱将自然流露。哇，如果能够做到这个境界不知道有多好这是马歇尔他对我们的期许，那我们都来一起来学习在非暴力沟通的世界里面，我们复习一下就是要修炼观察、感受、需要还有请求这四个重要的技巧那么上周讲了两个，今天要讲需要跟请求。那在暴力沟通里面，就是狼的世界，左边是长颈鹿做代表，这边是右边暴力沟通就是狼做代表它是主观的判断的、谋略的、要求的那这个有时候会造成杀伤力要小心要减少、要避免使用。那希望人人都能够聆听彼此心灵深处的需要，所以什么要打从内心里面真心的、真诚的表达、真心的交流，还有真心的聆听，听到对方的声音那该多好！如果人人都能够这样用心去听那世界会变得更美好。在这四个技巧里面有很有名的一段话，说观察不是评论。不要随意的评论他人感觉不是看法，不是你主观的看法而已，你就把你的感受、感觉讲出来那再来就是需要不是策略你需要什么那你要正确表达不要这个包装太多再来就是请求不是命令，你可以请求，也许别人不一定会照你意思，因为那是请求嘛。他要求跟命令就好像别人非照你的意思做不可能，就有点强人所难所以我们是请求，是尊重的所以我刚才说感恩、尊重、爱的一种沟通。那今天我们要来练习三跟四需要跟请求，正确的说出自己的需要，具体的说出自己的请求那我们就来进入第三点直接说出需求就是需要了这个需要就是源自于什么？你的感受，感受的背后，比如说有一对这个夫妻夫妻也可以，或者是父子、父女之间都可以。我觉得你都不关心我比如说有人这样讲，那这样的话没有讲出需要我觉得你都不关心我这个你都很少来，那你要怎么讲？你要说
你看你三个月才来看我一次，那我希望你是不是可以每个礼拜来看我，每个月来看，不能每个礼拜来看我，最少每个月来看我一次啊。你现在三个月，有时候半年才来看我一次，等等，所以这样就很明确啊。所以，譬如说这个老爸老妈对子女可以这样说啊，那如果分离的夫妻也可以这样说啊，这个分隔很远的啊，如果因为工作关系啊等等，所以你把自身的需要跟期待啊，以及对他人的言行看法，你就正确的表达，这样就对了啊。那可是很多人他没有讲清楚，直接说你都不关心我啊，都不来陪我啊等等，那这样啊，那这样的话就容易伤到别人，别人会说有啊，我有来啊，我有来啊等等，可是这个就不好啊。那我们来看他这里写的啊，对他人的批评、指责、评论以及分析，反映了我们的需要和价值观。如果我们通过批评来提出主张啊，人们的反应常常是申辩或反击。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刚才举那个例子嘛，你都不来看我啊，你都没有陪我啊，你看这就是一种什么批评？你有批评我，我哪有都没来？我一年有来2次啊，来3次啊，等等。可你的需要是每个月来啊，或每周来，这样讲清楚啊。所以如果他说反之啊，如果我们直接说出需要，其他人较有可能做出积极回应。你希望人家回啊，比如说。你可不可以每个礼拜来看我？那也许你儿子就跟你说啊，我每个礼拜来有困难，可是爸爸我可以每个月来，好不好？哎，那这样就比较圆满啊，对不对？好，那再来他说，可是这接下来两点是在讲说为什么我们有时候有的人他不会把自己的需求讲出来，因为我们个人成长阶段会经过情感奴隶，面目可憎。啊，跟生活的主人这些阶段啊，一些人格的形成啊，还有我们在听到不中听的话啊，刚刚你不是说人家批评你、指责你，你就会反击嘛啊，那会有4种反应，那我们用放大来看啊。这个心理学家啊，这个他们研究说，个人成长有时候会有这些阶段啊，造成一些不同的人格的反应啊，行为的反应啊。第一种是这个情感的奴隶，第二种是面目可憎，第三种是生活的主人。什么叫情感奴隶？就是说，很多时候有时候就觉得自己有义务使别人快乐。你看有些老妈子，有些妈妈，她就会为子女做很多事情啊，等等，或这些啊，所以不同的不一定是老妈子的，很多时候。有时候，老公啊、老婆啊、情人之间都会有这种，他觉得你要去取悦对方去讨好对方等等，这样的话，有时候会把这个亲人看成自己的负担那自己，你一味的取悦对方、讨好对方，你的需要你就被忽略了，自己会不敢把它表达出来再来是面目可憎期，也有一种时期是什么？就是。你就什么拒绝考虑他人感受跟需要，不愿牺牲自己配合别人，哎，别人有时候家庭聚会，你就我行我素去做自己的事情你就不管了，我就不管他人那这样别人也会很讨厌你因为你没有考虑他人的这个需要跟感受。在第三种生活的主人，你虽然为自己的这个感受跟行动负责但是。没有办法为他人负责，就是说，你只想让自己好，那别人好不好呢？你这个不一定有时候帮一点忙，但是有时候不要，那反正你只管你自己，不管他人就是这个类似这样的那这里最后两行提的就是说，其实，在人与人之间，在生活中这个我们。不应该去牺牲他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这第一种。就是说，如果在一个家庭或一个社会或一个团体、一个组织里面，有谁被牺牲了，然后来满足另外一个人或者自己的需要，这样是不 OK 的。他在讲这个。那最后一段他讲到很重要一个概念，就是说，帮助别人是自由而快乐的。说刚才不讲说，哎，你不要有人牺牲让自己满足。另外也不用牺牲你自己去满足别人，
如果我要去帮助别人，我愿意去满足别人，主要我是甘愿的啦。他这边说，自由而快乐的行为就是你是甘愿的。你有时候要去陪爸爸妈妈，有时候陪帮老婆做点事，帮孩子做点事，或帮朋友做点事，你是自由而快乐，你是甘愿的，不是出于恐惧、内疚或惭愧你才去做，等到你出于恐惧、内疚或惭愧才去做，就来不及了，是亡羊补牢。好，那已经那些情绪或是后果已经造成了。那接下来这个他提到说，听到不中听的话有四种选择，就刚刚不讲嘛，你都不来关心我，你都不陪我，等等。那这个你一般人听到这样的话，就你的亲人，这个，你都不出来，都不合作，都不合群，哇，听得很伤人啊，对不对？好，那这个有四种选择，第一个是责备自己，我怎么这样的，这个，这么不孝或这么不合群，或是这么，等等的不关心对方，好，就认为自己不好。第二种是责怪对方，我才没有的，你们也要求太多了吧，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你乱说，等等，责怪指责对方。那第三第四是比较好的，我用红字把它 mark 起来，体会自己的感受和需要，再来是体会他人的感受和需要，这是 EQ 的第一步。 EQ 总共有五个修炼，就是体会自己的感受和需要，就感受就是情绪嘛，就是认知自己情绪，认知他人情绪，妥善疏导情绪，好，还有 正向思考，还有人际关系。所以其实非暴力沟通它跟 EQ 也有非常大的关系。好，你看你要学会体会自己的感受跟需要，还有体会他人的感受跟需要，这是什么？这是 EQ 啊。那他这边倒数第二点，你看到他提到说，通过了解我们的需要、愿望、期待以及想法，我们不再指责他人，而承认我们的感受源于自身。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刚刚那 四个反应，你可以选后面那两个，后面那两个是符合 EQ 的，体会自己的感受和需要，体会他人的感受和需要。如果你去指责对方或责备自己，怪自己不好啊，我怎么这么这样不好，这样 也是伤到自己，那指责对方就伤到别人，所以你要选后面。他说透过了解，就了解自己的这个需要、期望，期待，跟想法，就你选了三跟四，你就不会去选了一二嘛，你就不会指责他人，那我们知道啊，每个人都有他的需要跟感受，那你自己也是有，那我们就可以表达啦，比如说，我感到，这个很寂寞，因为我需要你来看我，可你一年当中只来看我三次，那你是不是可以每个月来看我啊？这样表达就很正常，就很好，所以这个，我们要多多练习，这是一个公式。我感到怎么样？比如说，我感到很委屈，你刚刚那样说我，这个因为我是需要这个，有我自己的时间，去工作，所以我现在，可能每个月，我只能，来帮你一次，而不是说像你期待的，希望，每天每个礼拜，都来帮你的，所以这样是不是可以的，等等。所以有时候我们你要先讲我感到什么，比如说如果对方讲的话不中听， 你可以把你的感觉讲出来，但是接下来你要把你的需要讲出来，等等。好，那我们就来做一个练习，做一个第三个，需要跟感受的关系的练习，在以下的例句中，发言者是否对自己的感受负责，我念一下这九句，那你看看有哪几句是有负责的，我念一下，你每念完一句你可以想一想这句有没有。一，你将公司机密文件放在会议室太令我失望了。好，你可以想有或没有，待会我就不讲了。二，你这么说我很紧张，我需要尊重。三，你来的这么晚让我很郁闷。四，我无法来吃饭，
啊，你无法来吃饭，我很难过。我本来想和你好好聊一聊，我很伤心，因为你没有做你答应我的事情。六，我很沮丧，我希望我的工作已经取得重大的进展。七，朋友叫我外号让我很难过。八，你得奖，我很高兴。九，你嗓门那么大，吓死人了。你可以想一想，如果你要想久一点，你可以按暂停，按暂停，然后想一下哪几句呢有表达的这个，就是他对自己的感受有负责，那有的没有，我们来看一下答案。好，如果你要想要记得按暂停，直接看答案。这里面只有第二、四、六这三句黑色的是 OK 的我念一下，你这么说我很紧张，我需要尊重，有没有？他有表达他的感受啊，就是他这个表达的感受是紧张，那他把他需要讲出来，就是我需要尊重，所以你的感受的背后就是你的一种价值观，你的需要，那你要把它讲出来。你无法来吃饭，我很难过，有没有？那你要，那这个是难过是你的感受，你的需要是什么？我本来想和你聊一聊，对不对？你没来就不能聊，不过最少你有丢出来让他知道说，你的需要是这个，原来你是不是要吃饭啊，是要聊天啊，好，那知道了，好，下次打电话给你，等等。我很沮丧，我希望我的工作已经取得重大的进展。那点点点啊，到底什么事让他很沮丧？或他现在心情是很沮丧，因为对，是他自己的工作没做好嘛，我很沮丧啊，就我的工作没做好，我本来希望他是假设应该完成80%，我到现在只完成20%，所以他有点沮丧所以他自己讲出来所以二四六是 OK 的那至于说其他的那个就是还有六题就是你可以想一下那个这个他为什么是没有完成的我现在给你一分钟你可以看一下。好，因为我刚喝口水好，你们如果累了也可以喝口水我照顾到你们的需要，每个人都有他的需要，希望都被照顾到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一题。第一题，他是讲到那个他的感受，可他的需要没讲出来原来你，比如说你将公司机密文件放在会议室，太令我失望了原来他要的是什么？好，因为我希望档案能够受到妥善的保管，才不会机密外泄。再来，你来这么晚，我很郁闷。那郁闷到底什么郁闷呢？因为我希望能够坐到前排，因为早点来，我们可以坐到前排，我们可以专心的欣赏歌剧等等。我很伤心，因为你没有做你答应我的事情。那这个是什么？因为他本来认为你这说到做到，说到做到，我就可以信任你，就没有，哇，就让我很伤心。那朋友叫我外号，我很难过。外号就绰号，也许他的外号不好听，因为他什么？他希望得到尊重，他不喜欢人家叫他这个他不喜欢的外号。那讲出来，你得奖我很高兴，好，因为我希望你能够得到赏识。那这个就很明确的表达，在你嗓门那么大，吓死人了。好，我需要安静的环境来学习，就是说。原来不是嗓门大的问题，原来是他要我需要安静来学习，那我就知道了原来你要安静的环境。好，所以有时候你把你的需要明确表达出来，他对整个沟通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可能我们常常是讲到前段就停了讲一半这样不 OK 了。好，那我们来看第四点，提出请求。当对方拒绝时，不会惩罚对方，会思考他的感受和需要那这个
请求跟要求不一样，要求是有点命令，你要照着意思做，请求是有尊重你。所以比如说这个你问对方说，哎，你可不可以这个帮我一下那个等等那对方如果说不行不行，那你要尊重他等等。那也许你希望他帮这个，假设你希望说，哎，你可不可以每个月来帮忙，他说不行，那可以，他说他可以有空的时候来帮忙也许三个月来一次等等。所以一个人拒绝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去怪对方，而是要思考他的感受跟需要等等。这个就是叫做请求，请求跟要求不同，就是有尊重在里面。那么来看他的这个循环他有五个步骤，从具体提出请求到明确谈话目的，那请求回馈，回馈就请他回答还有了解他为什么这样说，了解他的反应，然后你就懂原来我刚才讲请求，区分请求跟命令，我刚才已经讲过了。那这个中间这个里面非暴力沟通的目的是与人连结，与人连结形成一个 connect， connected。那我结好缘是我补充的啦，就是佛家说嘛，要未成佛前先结好人缘。其实 EQ 里面认知他人情绪，认知自己情绪，妥善疏导情绪，还有什么？还有正向思考跟与人结好缘，就是人际关系的管理。所以我说原来非暴力沟通是 EQ 的一种具体的修炼它有好几条的具体修炼。那我们再来看这个请求这个你如何表达你的这个一个正确的请求。这里有个例子就是如何应用非暴力沟通应对父母催婚。这应该是这个东方的比较会有这样的一种问题。我们来看就把那四段接起来观察感受这个需要跟请求那这个观察这边是这样说的比如说这可能是一个年轻的一个女生吧，可能应该不会是二十几，也许三十但还没有结婚，那爸爸妈妈都很关心她，就会每次都问她说这个男朋友的事情等等，结婚的事那我们从观察开始说妈妈，我这两年回家过年都未有安排相亲这是她看到的一个事实那我感到你为我焦虑，对不对？你把你的情感感受表达出来前面第一句是这个观察，在我感到你是为我焦虑的，你有去感受到你妈妈的感受那我们每次打电话的时候，妈妈都会问我找对象的事这也是你的观察所以这个包括你观察到你妈妈的情绪感受那感受的部分呢妈妈是不是担心我找不到对象呢还有爸爸妈妈说太多的时候我会很烦恼啊，这是你的感受，你的感受是烦恼老是被催婚那这个需求父母有什么样的需求没有被满足，父母当然是希望这个比如说女儿好了早点结婚那是这个他可以抱孙子，可能有希望儿女成家的需求抱孙子的需求等等。面对父母的催婚，我的需求是什么？我希望被父母理解和被尊重，而且希望爸妈给我时间跟空间等等。那你要讲出来，你要讲出来。那再来就是你提出请求，肯定和倾听父母的需要跟感受。你可以跟爸妈讲，就是说你可以理解这个爸妈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他们想要抱孙子的需求，或者是他们的替你担心的这个好意感受，你可以讲出来。但是你也可以记住要提出自己的希望爸妈给你一些时间尊重你你自己去找你喜欢的对象。如果说找两年没找到你就会再听爸妈的安排等等所以不管怎么讲你可以提出你的请求就对了。好，所以记住这里要你思考的就是你的沟通模式如何那可以怎么改进。那一般人有时候如果你直接跟爸妈讲，爸妈你不要管我，或你怎么这么烦这样就回到暴力沟通了，就是就会双方就会不欢而散，会互相伤害对方，那其实双方都没有那个意思好。
那这里有教大家一个小技巧啊，这个还蛮好用的一个小技巧啊，就是叫这样可以吗？这样好吗？啊，那这个要不然，因为整个在华人的这个文化里面，儒家的文化里面啊，这个有时候要表达这些感受啦，还包括提出请求，啊，其实你要练习啊，其实是有的，只是有时候忽略了、忘记了啊。像我刚才最后举，就刚才那个催婚的例子好了，你最后跟爸妈讲，妈，你这个就让我在2年，我在工作当中啊，我可以去做我喜欢做的工作，是不是会遇到好的男朋友啊？啊，在工作中会找到啊，然后这个我自己找我喜欢的啊。那如果还是没找到，到时候妈你再帮我安排相亲好了，这样好吗？所以加一个这样可以吗？啊，这样好吗？就会差很多。另外，我有另外一个例子啊，像有一个师姐啊，她这个比如说，假设做瓷器做得很忙，不能回家煮饭，她就打电话给她老公。以前，啊，就可能说这个老公，我今天不能回去了，好，啊，这个，我要在外面开会，好，这老公就不太高兴了，哈，那这个。后来他就懂了啊，原来他少一个东西，他没有，他要去考虑到对方的一个需要啊跟感受，他就说啊，老公，我这个今天晚上啊要开会不能回去啊，但是我知道你要吃晚饭，那你可不可以我在冰箱里面有买很多粽子放在那边，你可以蒸一个粽子来吃，或是你去楼下啊吃你喜欢的面啊，意大利面，那很好吃的啊，这样好吗？所以，如果你看你有考虑到对方的感受，然后这个你有准备粽子，或是提出一些建议啊，然后呢，这个最后加那一句啊，这样可以吗？啊，这样好吗？啊，那我晚上啊，这个10点以前回到家啊，我们开会9点结束，我再坐车回去，10点以前回到家，这样好吗？啊，等等，这样就皆大欢喜啊。所以有时候沟通很简单啊，就是要这样。那我们来看第四个技巧的一个练习啊，提出请求也是需要练习的啊。请告诉我啊，在我做的事情中，你最满意哪一件事情？这个是有一个具体的请求。后面2、3、4、5啊，可能不 OK， 待会要练习一下哈、啊。待会你也可以暂停啊，来看看这每一句应该要怎么改啊。比如说，你就跟对方讲说，不要再喝酒了啊，这个肯定是不对的，不 OK 的，啊，请让我成为我自己啊。你跟对方讲，对方可能对你有些期待要求，那你就跟他说，你不要管我，请让我成为我自己啊，我要做我自己，那这样也会不 OK 啊。那这个或者你跟对方讲说，关于昨天的会议，请不要隐瞒你的看法，我啊，人家听得很不爽。好，第五个就是说。我希望你尊重我的个人隐私啊，本来你尊重你的隐私 OK 了，可是你到底那我哪里做错，我哪里不尊重你的隐私啊？所以这五个，这后面这四个有问题，你可以按暂停想一下要怎么讲啊。好，暂停这个5秒钟啊，假设了啊，好，那暂停10秒钟，我再喝口水。好，那我们回来了啊。好，来看答案。第二个啊，你直接跟人家讲，卖个丁妈啦，卖个丁妈，不要再喝酒了，这样不 OK 哈、啊？你是不是如果是夫妻之间啊，老婆跟老公讲，你是不是可以告诉我，喝酒可以满足你什么需要呢？好，因为有人是借酒浇愁啦，有人是爱喝酒的原因有很多种，你可以请他把它说出来啊，也许是他。小时候养成的，也许他，哪里这个生意不顺啊，等等，好，或好，喝酒可以满足你什么需求？是否有别的方式可以满足那些需要呢？啊，那如果等等的，也许他们可以改成去做别的事情啊，一起出去啊，去散步啊，去走走，去玩啊，啊，等等，就不要一直喝酒，这样就是正向的沟通啊。在，请让我成为这，假设你跟你的爸妈讲好了哈，
这个或是跟你的另一半讲，好，这个讲男女朋友好了，好，我希望你告诉我，即使你不喜欢我做的一些事情，你仍然会和我在一起。所以他们中间这一定是你不要只是说啊，我要做我，你就让我静一静，你就让我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这样不太 OK 啊。原来他最 care 的是说你要这个告诉我说啊，这个你纵使不喜欢我，你还会跟我在一起，所以他有这个需要，所以提出一个讲出你的需求跟请求是很重要的啊。好，那再来，请告诉我你怎么看我昨天在会议中的表现，给我一些建议吗？啊，那所以原来他要的是一些建议，好，就这么简单。所以你看这四啊，关于昨天会议，请不要隐瞒你的看法啊，到底你是在贡献啊，就是说啊，原来你要他给你一些建议，你就直接说嘛，啊。所以提出请求啊，就是也很真的很重要啊。但正确表达应该是这样，红色的部分，我希望你尊重我的个人隐私，人家会不傻傻，到底你在贡献啊，原来是。在进我的办公室之前，请先敲门好。原来可能那个人进来啊，就对方进来都没有敲门啊，那很简单。那我下次进来敲门就好了嘛。你讲的好像我哪里侵犯到你的隐私啊？所以正确的提出请求啊，非常非常重要啊，可以精准的沟通。再来我们看啊，就这四个大概都讲完了啊，也练习完了。那第五个就是。用全身心的倾听，再还有重获生活热情。那我们透过一些啊简单的啊练习啊，再来看倾听的这个部分啊。我真受不了啊，现在变得这么胖啊。那这个很多人说啊，你去慢跑啦会有帮助，这是不对的。应该说你对自己好像有些不耐烦啊。这个你很重视健康对吗？你直接啊，原来他现在不满意自己，啊，可是他是很重视健康。你有听出来他重视的这个价值观是什么？啊，我真是个糟糕的吉他手啊！哎呀，多多练习就会很厉害的，很棒的哈，啊。这样也不 OK。他不是要听这个，你要感受到说，听出他有沮丧，所以你说你好像最近蛮沮丧的，对吗？哈，啊，是不是这样？好，啊，那要不告诉我发生什么事等等，这样就对了啊。那这里有三个，有还有两题啊，哦，我很快念一下，你也可以按暂停练习。不论我说什么，我的孩子都不听。你从不好好听我的话啊！你看这，这个做妈妈的啦，或啊，这个情人啦，哈，这些都父母啦，或妈妈，或者是这个情人，都会有这些对话。那这个到底要怎么回应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你。可以想一下正确回应啊。那有些人就会说啊，这现在的孩子都这样了啊，这个年纪的孩子都这样，这也是不 OK 的。那你要回答说，你如果真的有听出他的心声，你要说听起来你是很伤心哦，因为你孩子都不听你的话嘛。那你是不是想找到跟孩子怎么沟通的办法？哎，他就说对对对，好，那这时候如果是他，那就可以谈下去。那我跟你讲啊，等等，我的经验是这样，哎，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那如果有对方说你从来都不好好听我的话啊，这个你从来都不好好听我说话，那对方就说我没有，哪有，我还是有在听呢 啊这就不行。那你要听说听起来你好像很失望啊，对不对？你要对我的行为很失望啊，那。你需要体贴和理解是吗？好，他就说对。好，那你要我怎么做呢？你就可以反问啊，这个他要你怎么做啊？那就是很好的对话。所以倾听跟回应是很重要的。那最后一个修炼啊，就是爱自己，爱自己。当我们表现的不完美的时候，你不要说什么笨蛋啊，这种蠢事你也做得出来啊啊，然后你总是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啊，我真的该戒烟了啊！我必须加强锻炼了啊！等等，好，你这时候要想说，啊，这个，对，现在你要想着说，纵使你做错了或不完美，也没有什么这个什么这个笨蛋啊，对错这些，有些事情你只要重新开始，比如说你考不及格，
考不及格或考试没过或考驾照没过考什么检定考没过那下次再努力就好啊，所以不要骂自己笨蛋不要说自己笨还是要爱自己爱自己啊。所以你可以说啊，好我这次没过但是没关系这个皇天不负苦心人再努力下次就会过啊。所以你要知道说那这个考上证照是我 很重要的一个目标我下一次考试啊，一定要把它通过我再怎么样努力安排什么计划怎么执行我就可以过了等等所以当自己表现不完美的时候不要说负面的话啊，那你要想你要的是什么啊，你可以重新开始重新执行啊。当我们试图回避责任啊，回避责任也是一个刚刚造成隐蔽我们在上一集有提到嘛，是什么东西隐蔽了爱有没有就回避责任就会主观啊啊，这个固执啊啊，这个判断啊还有这个回避责任啊，不负责任都是让爱蒙蔽啊。那我们来看我不得不打扫房间我必须做我讨厌的工作因为我是一个父亲跟一个丈夫啊。我不得不学习枯燥的课程因为我要毕业这好像很无奈啊，你要知道说啊，我选择打扫我的房间，是因为我希望有个舒服的环境、健康的环境，对不对？我现在做这份工作，我知道这份工作啊是可以让我的家庭温饱啊等等，这是我做一个丈夫应该做的事情等等。好，那我这个现在的学科虽然有点枯燥，但是我还是要学习基本的技能，这样我可以顺利毕业，可以找到工作等等。好，所以责任啊，不要回避，要去面对啊。那这个基本的修炼讲完了啊，再附的刚刚有这个认真倾听跟回馈有吗？还有爱自己啊。那最后来补充啊几个啊这个重要的一个修炼啊，就是如果你生气了，如果因为有时候人家讲话啊还是惹你生气了啊。那你要怎么办？你要正确的表达你的愤怒，它有四个步骤啊，四个步骤在这里啊。如何正确表达你的愤怒？第一个，停下来啊，除了呼吸什么都不做，就停一下，静一下啊，想一想，是什么想法啊？这个让我们生气的啊，再体会你的需要是什么啊，再表达感受。这个跟尚未满足的需要啊，比如说假设人家骂你啊，假设一个老婆骂老公啊，你回来就躺在沙发上啊，真是好这个好吃懒做啊，跟一条虫一样啊，这个那这样的话，如果你很生气，你就可以表达你的生气，说你就跟老婆说，老婆啊，这个我怎么会是一条虫啊，或者说我哪里好吃懒做，那老婆就会说好，那你不，我先把老公的台词再讲一下，老公说我没有好吃懒做啊，你看我有帮你这个啊，这个啊，比如做家事啊，我有帮你折被子啊，折衣服啊，这个还倒垃圾等等啊，假设你有讲做了很多好，那这个老婆就会说你都没有帮我洗碗，好哇啊！原来那你就说哦，原来你要我帮你洗碗，我以为你特别喜欢洗碗，所以我什么家事都做，就洗碗的事没做，留着给你做啊。就知道说这可能是误会，就说老婆她通常会有些特殊的需要。刚才说好吃懒做，想说那我什么都做了啊，那也许她不是要你洗碗，而是说你看你就没有帮你女儿做什么什么啊，类似这样的。那原来她要的是这个啊，就是你可能。假设你们有这样正常的沟通，你要把它表达出来啊，就是他这个，如果你很听得很生气，你还是要问清楚，你要把你的生气表达出来。老婆，你这样讲很伤人的，我很生气啊。就是说，那哦，原来他要的是什么？那你叫他把它讲清楚。这样，刚刚不是说要讲的那个他的需要啊，他的需要讲出来，你的需要，你的这个情绪，你也要讲出来啊。这样的话啊。就对了，这样沟通才会顺啊。那如果有好的部分也是要把它讲出来，就感激的部分，刚刚是表达愤怒，
那表达感激也是很需要的。我们说感恩、尊重、爱嘛，哈。那如果这个有人对你做了一些啊帮助你的事啊，对我们有益的事情啊，然后那个你也得到满足了啊，那我们的心情是怎么样？你要啊感激对方，也要表达给对方知道啊。那这边有一个例子，在那棵树啊，那棵爱心的树上面，这边有个秋叶大叔。你帮助我们学习 PPT 和独立思考，能和小伙伴一起进步，每天都感到充实快乐。那今天这份 PPT 啊，这个美编的部分啊，我是从网络上抓的啊。那这个作者啊，他有去跟这个秋叶大叔啊，他这个学习，所以他就透过机会表达，这是一个正确的表达感激的例子，所以我把它留在这里。你看，你帮助我们学习 PPT 和独立思考啊，有没有很具体？是不是这样？好，那每天能和小伙伴一起进步啊，每天都感到很充实快乐，所以他就把它表达出来，他的这个心情啊，心情是很快乐的，很充实的啊。好了，那我们最后会用几首诗来做今天的 ending 啊。那个诗我就念一念，然后大家去感受一下这个诗的一个境界啊。语言是窗户或者是墙，听了你的话，我仿佛受了审判，无比委屈又无从分辨。在离开前，我想问，那真的是你的意思吗？在自我辩护前，在带着痛苦或恐惧质问前，在我用言语筑起心灵高墙之前，告诉我，我听明白了吗？语言是窗户或者是墙，他们审判我们或者让我们自由。在我说与听的时候，请让爱的光芒照耀我，我心里有话要说，那些话对我如此重要。如果言语无法传达我的心声，请你帮我获得自由好吗？如果你以为我想羞辱你，如果你认定我不在乎你，请透过我的言语倾听我们共有的情感。好，这是鲁斯贝本梅尔啊，他所写的一首诗啊。那这边有个心语，透过语言的窗户，能够窥见彼此内心的需要，听见内心深处的呼声，否则语言就是一堵墙，好，将我们的情感隔离。哦，一开始不是有一张图嘛，啊，就是要用心去聆听啊彼此内在的心声，所以这首诗啊就更具体的，它从一开始的有没有？因为大家没有正确的表达，没有正确表达彼此的感受，或者用不好的这个言语去刺伤对方。可是如果转换一下啊，能够去感受对方的感受跟需要，啊，正确提出请求啊，把今天教的这四个技巧都能够用到，就可以转换了啊。好，那我们一开始不是有个案例嘛？那这个一家餐厅里面服务的对话，那这个妻子说这几天没睡好，丈夫说这几天天气热，人总是容易早起嘛。这妻子说，我担心女儿上托儿所不能适应。那丈夫就说，小孩嘛，可不都一样，过一段时间就好了。这个是不对的，那你也可以按暂停，不知道你上次有没有做功课啊。好，那我们来公布答案。有爱心的丈夫是这样说的，丈夫要说，啊，难怪我看你精神不是很好，为什么没睡好呢？你是不是有什么烦心的事？你可以跟我讲，让我替你分担啊，还有，所以这样听起来多窝心啊。那如果女儿的事情你要说，你说说看啊，那你担心的啊是什么？那你的感受是什么？我来听一听。那听完你的，我也来说说我的看法啊，这样，哎，这样大家就可以讨论这个女儿的上托儿所的事情啊。所以这个是有爱心的丈夫会这样说啊，那跟这个不一样啊，这个是完全没有对焦，完全没有关心老婆的感受啊，所以是不 OK 的，这个就有了啊。
那老婆其实原来那样讲也是有点问题啊。有智慧的太太她不是这样讲，她这个妻子应该说啊，这几天没睡好，我担心是不是更年期到了，而且你常常不在家啊。她把她的这个需要啊，这个讲出来啊，这个的。然后丈夫就说，更年期是自然的事，我觉得你的症状是很轻微的啊。你不是说你妈妈没有什么症状吗？不用太烦心啊，你放心，我会多花点时间陪你。哎，你看这老公也很有智慧，他这样老婆就会满意了啊。那对小孩子啊，对于女儿这个上托儿所的事要这样说啊，就是说我有点担心女儿上托儿所能不能适应，她平常都很黏妈妈的啊，她去上托儿所我也不太习惯。有点失落哦，原来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他觉得女儿很黏妈妈，一个是女儿现在不在了，我不知道干嘛啊，等等，他这样讲清楚说明白啊，对不对？那丈夫要这样说啊，就是说我们的女儿啊，我们都了解，她是一开始很怕生，熟悉了以后就适应了，我看她的老师跟园长都很有爱心，我们去看过了，不用担心，你在家的时间你就做你喜欢做的事，或去做志工啊。那我有空的时候啊，请个假陪陪你啊，等等，你看这样就 OK 了哈、啊。好了，那我们这个我最后还要整理这个非暴力沟通的这个啊具体方法啊跟句型给大家做参考啊，大家看一看。就是第一个，一个是表达自己，一个是倾听他人，都有原则跟步骤。表达自己的原则就是柔和善顺啊，诚正信实，感恩尊重爱啊。那步骤当然就是观察、感受、请求、需求啊。当我看到、听到、想到，那我感到、觉得、认为啊，因为我需要、想要、喜欢、看重什么点点点啊，你是否愿意、方便、答应点点点这样，公式大概是这样。那倾听他人的原则也是了解、关怀、尊重、责任，这是爱的四要素啊。你要了解对方啊，关怀对方、尊重对方啊，负起责任，然后一样步骤一样是。观察、感受、需要、请求，好，这个当你看到、听到、想到点点点，你感到、觉得、认为点点点吗？啊，这样，因为你需要、想要、喜欢、看重点点点，所以你想要、希望点点点啊。好，那这个就是啊一个公式给大家做参考啊。那我们来看这个路斯啊贝尔。贝本梅尔他的一首歌啊，获赠，你取之于我，是我得到最好的礼物。当你知道我因施于你而快乐，你明白我的给予不是让你欠我，而是因为我想活出对你的爱。欣然的接受，或许是最佳的赏赐。我无法将两者分开。当你施于我。你给我，我给你，我的接纳。当你取之于我，我感谢你的赐予。所以你看啊，这种感恩、尊重、爱啊，它这个是英文版的哈，你可以慢慢体会这首诗啊。好，最后 ending 啊，就是这一首，这我整理的啊。苹果树上结满了苹果，你口渴时摘了一颗来吃，我很快乐。这是从苹果树的角度来讲的哈，我们不是有一个 The Giving Tree 啊，那个苹果树啊，施舍树的故事啊，我再念一遍。苹果树上结满苹果，你口渴时摘一颗来吃，我很快乐。这我是苹果，苹果树了啊。你的需要，你的满足，就彰显了我对人类的爱。那么多的苹果树，你选择了我，是我得到最好的礼物。苹果树的价值，透过人类的享用，才能真正得到体现。太阳给予温暖和光明，花儿自在地接受，按照自己的想法开花。父母就像太阳，孩子就像花儿，花儿按照自己的想法开花，就是对太阳的回报。太阳的价值透过花的芬芳和灿烂得到体现。啊，你看这很特别的一首诗啊。那这首诗强调施跟受。都要用平等心去进行，就会有最圆满的结果啊！感恩、尊重、爱，就是平等心的具体实现。那希望你都学会感恩、尊重、爱的非暴力沟通啊！
那非暴力沟通就意味着让爱融入生活，让尊重、理解、欣赏、感激、慈悲和友情，而非自私自利、贪婪、憎恨、偏见、怀疑跟友善来主导生活，这样就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非暴力沟通让爱融入生活，这个送给你让彼此感受到爱与关怀，享受生命的美好。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感受到爱与关怀，享受生命的美好。那把这个这两集的非暴力沟通的心得写下来，最重要是能够用出来特别是改善你跟你最亲爱的人的关系，跟你生活周遭人的关系。领导力教室到这里，复习学习，不断练习，身心调息，厚植实力希望所有有心学习非暴力沟通的人都能够改善生活这个能够彼此感恩尊重爱先从柔和善顺开始吧一切就会变得不一样。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虽然花了50分钟希望对你能够有帮助，祝福你，感恩。